量子力学提出，宇宙并非唯一，而是存在多重宇宙，其中有一个与地球文明相似的平行宇宙，这里被汪洋所覆盖。人们在最大的海岛上建立了无极城，而亡命徒和流浪者则漂流海上，沦为海盗。由于科技文明落后，生存资源匮乏，人们开启了传说中新大陆的探索之旅，热血的航海冒险时代就此拉开了序幕，却从未有人到达。面对传说破灭的现实，海盗们将目光瞄向资源掠夺，征战不止。我们进无极城，掠夺他们的一切。明天，轮到你们当海警。杀我海娘！杀我海娘！现在，北海阎罗已经率领他所有的海盗船倾巢出动，入侵我们的海域，剑指我们的无极城，形势非常严峻，不容乐观，拿起武器准备迎战。战略计划我已经交给了萝莉，现在由萝莉给大家部署。雁行阵，变阵！把我们撞得粉碎。
罗莉，干嘛呢？快跑！快跑！大哥，现在怎么办？撤退。是。海岸上的那些黑金棺材都飘到岸边，内有大量的不明气体，导致民众伤亡惨重。罗莉啊，这案子可比打海盗重要的多。现在上上下下都在盯着我们海警署。你从岸边调查出什么线索没有？据我调查，黑棺中的黑气其实是一种藻类，它与人类植物考书中记载的一种古植物类似，只能在水草丰盛的陆地上大量繁殖。这说明世界上至少存在着这样一块陆地，而黑棺的内侧有一个怪异的图案，其中一个点明显是无机城的地形，所以我推测这个很可能就是海图，来自新大陆。经验海图的屠格东学者我已经请来了。你从哪儿弄来的这个宝贝？精神病院。哦，他疯了还是你疯了？这就是新大陆，我研究的没错。看来新大陆并不只是传说。托洛先生，请您配合我们，即刻出航。没人能到达新大陆。传说，新大陆上拥有取之不尽的资源，但是必须要经过极度凶险的死寂海域，才能够到达。这片海域里充满了海洋凶猛巨兽，尤其是灯笼鬼王。除非有通向海域者。档案记录，此人叫海婆子，三年前为了换他那些船员的命，自愿被押冰岛。海盗还会这么长？真的假的？你就是海婆子？我说不是，你就能走吗？你就不想知道我们来找你干什么？无非是想操控我为你们做事。只要你愿意，你就能离开这儿。哼，让我来就来，让我走就走吗？海清，我们把这个献给你，足够显示我们的诚意了吧？万海螺本就是我的宝贝，是你们夺了去，现在这叫还。那既然物归原主，咱们也就别绕圈子了。海基，我们海警署想跟你合作。合作？诚意还是诡计，真说不准。当年你们无极城忌惮我的能力，用我船员的命要挟我主动投网，被押冰牢，几次三番想威胁我替你们做事，如今又来跟我谈合作，是当我假天真呢，还是你们真虚伪啊？哎呀，
那都是我前任海警署长干的脏事儿。我上任才一年，我跟他完全不一样。不一样，你脑子进化的不太彻底。你先别着急拒绝，我们还没抛出我们真正的价码。新大陆一块栖身地留给你安置，你收留的那些海员以及流浪者。海基，我们知道你在入狱之前也一直在寻找着新大陆。新大陆被找到了？不可能，那样早就变天了。而且你们怎么会那么好心？好，我明白了，你有新大陆的线索，但是缺人，尤其缺我。聪明，那既然大家目标一致，就尽快出发吧。等等，我还没开出我的条件呢。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新大陆更具有诱惑力的条件。这次航行必须用我的船员和我的黑寡妇号。哎呦，你的那艘黑寡妇号漂流在大海上，我们上哪儿去找啊？我的船员一定就在附近等待，只要我吹响这万海螺，海瓶子就一定会出现。他们说的每一个字儿我都不信。我一想到你这几年受的苦，我不杀他们个千百回的，对得起我百大海盗的称号吗？咱们有万海螺吗？吹它，召唤那堆深海巨兽，咱们就直奔海警署，杀他个天翻地覆，干就完了。兄弟，这个合作为重啊，既往不咎，过去的罪行都可以减免。减罪啊，减罪！老子好不容易才混上百大海盗榜，才勉强配得上我家海基，你要给我减罪？你什么时候也成百大海盗了？为了追你，今天刚入围的。优秀吗？冷静。我是要冷静一下，我要想一想怎么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事儿。海瓶子，本名阮萌萌，阮擦边排名第100，悬赏8000比例。你要跟海基比啊，还真不是一星半点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老子今天必须拿你了，提升一下排名。把火灭了，把火灭了。10分钟之前才达成的协议转眼就变卦。果然啊，这人和人之间是没有什么信任可言。不过还好，我也从未相信过任何人。听着，要大家一起死，要么你们给我跳下海。你跟谁俩在这赛脸斗狠呢？你挑错人了啊。那就点啊！把火给我灭了，把火灭了！救命啊！够了！再吹啊！把火灭了！等！够了！用不用我帮你吹啊？萨玛达阿玛达古纳达阿玛达西尤达阿达萨拉玛达胡达纳。我海基，以血起誓，
言出必行。你要想站着就站着，但我敢肯定，新大陆不会自己送上门来。我只说一次，现在大家都在同一条船上，船一旦沉了，无一幸免。上了我的船，必须学会信任。接上你们说的那位老学者，即刻起航。等着你。拴紧绳子。我终于弄明白你为什么坚持用黑寡妇泡船。好了，这艘船的龙骨使用沧海明树为材料制造而成，此树千百年来长在深海，异常坚固，可以抵御数吨压强的撞击，但重量又极轻，吃水不深。或许正是我们使出死寂海域克制灯笼鬼王的利器。你还挺识货的。翻绳起来。哎，有东西搬过去。好，算牢了啊。来一二三，走，看准了啊。航向东偏南35度。嗯，哎，歇会儿，歇会儿啊！我们船长有自己的领航员。山炮。操纵海洋生物这么简单，你对真正的力量一无所知。顺风扬帆，全速前进。是。我去准备起航仪式了，让这几个山炮开开眼。舵向东南偏15度，航行7500海里，再有10天，就应该能到达目标海域。张署长果然是八面玲珑，跟谁都能尿到一个壶里。
和我见过的海景不太一样。哦，我是比他们帅了那么一点。我是说这里不一样，你心里装着东西，而他们是空的。这可不一定。比如我们署长，他的心里面就装着一个算盘。以你的能力和手段，不可能只是一介无名海警。说说吧，你藏着什么秘密？咱们才刚刚认识没多久，就掏心掏肺的，不太合适吧？你忘了，我说过，上了我的船，就必须学会信任。我可不容许身边藏着一枚炸弹的。这个，说来话长啊。海上最不缺的，就是时间了。好吧，一切都要从他开始说起。从我出生起，这个罗盘一直在我身边。所以，罗盘上的新大陆就成为了你的目标。我相信我的亲人肯定在遥远的地方等待着我。这份思念就是羁绊。人有了羁绊之后才有奔头，不是吗？哼。信了。是啊，你还有这故事就信了。兄弟，你倒是说的简单。我有故事，有钱。我去，就冲你这无孔不钻、臭不要脸这劲儿！对对对，我买了。海琪，你一定会爱上我的。To love or not to love，可真是个磨人的问题。磨人就赶紧睡觉，别装神弄鬼的。怎么了？病了？我除了喜欢你，没别的。别说这么吓人的话，有事说事。怎么咳血了？傻鼻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。你快说呀！上次我带兄弟们去冰牢救你，被那帮狗海警打穿了肺，现在成了肺癌晚期。怎么会这样？
这个世界上我最放心不下的人就是你了，但是我有自知之明，我知道我这个样子，我没奢求你能接受我。其实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悄悄地许了个愿望，我只想用我的余生来陪着你，陪你哭，陪你笑。陪你去天涯海角，陪你见证每一天的日出和夕阳，潮起又潮落。你的世界里可以没有我，但我的世界里只有你。这就是我即将终结的生命里最后的愿望。几个菜啊，喝成这样。你不是弃婴吗？还知道生日啊？俩故事没讲。外面有声，外面有声。哎，那边什么情况啊？不是哪个混蛋敲的钟啊，耽误老子好事儿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死寂海域，我想我们被灯笼鬼王盯上了。他那强大的磁场会让所有的船只迷失方向，静止不前，最终埋葬于浮。萨斯马达哈德曼，萨斯马达哈德曼，阿图图，这是灯笼鬼王的地盘，蓝鲸他们进不来。
栓萌萌。算是醒了呀！你看你给我着急的，我以为你怎么了呢？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哎，老李，来，吃点好的，补补身子。啊，我给你放这了啊。哎，坐坐坐。你脸色怎么那么差？你被那灯笼鬼王抓走，我家海姬为了救你，昏了三天三夜才缓过来。脸色差，我还陪他三天三夜，你咋不说我脸色差？你看我这黑眼圈。说什么说？我没事儿，这次还要多亏了萝莉，牵制住了灯笼鬼王，我们才能成功使出死寂海域。在那个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身体。好像发生了某种变化，就感觉就好像觉醒了。对，真的是你啊！我可找到你了。你找我啊？难道你是？啊不不不，我不是你父亲，不过我认识他。资源极度匮乏，我大勇作为研究员，顺利研究出一种让人体快速进化、足以适应海洋生存的药剂。身上实验，于是我救下了你。他情绪很激动，不得已，我把你送上了一艘商船。后来罗大勇不知所踪，我一直自责，没能阻止他，所以四处寻找你。你可能是唯一进化成功的实验品，所以才会拥有这么超强的能力，这是不幸。但也是万幸的。没想到，我找了他这么多年，他竟是如此卑劣不堪的人。萝莉。我知道你心里羁绊断了，一时间会很痛苦。但是别怕，我们会一直陪着你的。哎，放心吧，至少还有我们呢。你，萝莉啊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千万别想不开啊。也许你们这些同伴才是我真正的羁绊。既然我们都生在这个残酷的世界上，就没有人能活得像一座孤岛，独居在这海上。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，只有当这些泥土连接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
新大陆，他们这些人就是矫情啊！你说你这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人混过来了！署长，署长，救救我！ 我也是被逼的，原来是你出卖了我们的路线，我们还打不过他们，快走，首长，快走，你给我站住！ 追上来，涂老先生和张署长肯定被抓了。哼，就算是死，我也得把黑寡妇号抢回来。不行，萝莉刚恢复没多久，不能硬拼。哎，萝莉，你刚刚咋不变鱼呢？回到刚才黑寡妇号的地方吧，说不定还能找到些线索。那样的话太危险了。如果能知道黑寡妇号开向哪里，自然就能找到他。 这是我们海警署特制的海上标记，他们漂泊在海上不会因为风浪而产生位移。这应该就是张署长留给我们的线索。哼，这老灯还有这觉悟？这是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应该就是森罗海市的入口。通过这里。 走到底就是真正的森罗海市。这一趟凶多吉少，只能智取，不能硬来。咱爷们儿里就没怂人，干就完了。欢迎来到海盗世界！我不。哥，别不想了。 森罗海市只有一条规则，只要出得起筹码，就能换取一切资源。要水要不要？啊，神奇的果子要不要来一个？ 哎，奇怪啊，我在哪儿呢？哎哎，这是，来来来来，是不是？放我拍一个，来来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来来来，来，来，再来，换个方向。哎，不错，再来一个。正式要紧，再赶紧走。在这儿我拍什么？拍完呢。嗯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啊，瞧一瞧看一看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杀人越货，我是出现幻觉了吗？行刺暗杀。 怕被人发现怎么办？自寻短见，用化藤怎么办？我这里西海独家秘制，毒药闷死驴，无色无味，无影无踪，不痛不痒，不吃不觉的解决你的所有的问题。昨天988，今天只要688，688就可以带回家，快快快快啊！688啊！ 这真是时刻刷新我三观。得，又钻钱眼里。哎，自己来，自己来啊！哎，哎呦，李文，我看着了你了。哎，好。
哎，你们是不是看到我给你们留下的线索了？哎，你看，线索，你看，你就看见了。恭喜啊，老张！哎，啊，发现了人生新方向，前途无量。我这主要是为了搜集情报，是不是？我就顺带手的做点小生意。哎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跟你们说。哎，我们到那边去，哎，对，我们到那边说。你不是钱吗？ 在这无边无际的海域之上，如果还存在一丝希望，那一定是我们的森罗海市。我们四处漂泊，到处对抗。如今的世界，已经轮到我们海盗登场。
需要的生命源泉，就是由他来负责提炼供给。他就是主宰海盗世界水的修罗。未来将出现一个由我们海盗主宰的全新世界。我得到了新大陆的海图。海图？他将作为我们的向导，引领我们抵达新大陆。之王的名义，命令你们随我出征新大陆，预祝我们乘风破浪，征服新大陆。干杯！干杯！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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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杯！哎，你们，哎，马上，马上，来来来，这叫真够劲，辛苦辛苦，辛苦。这才能走。
么情况？哎，那又是呢？来，姐妹。出征绝不能带上北海无常，他就是个背信弃义、欺瞒兄弟臭婊子！你满嘴喷粪说什么呢？啊！你信不信老娘一枪崩了你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我把他当兄弟，他可是想着放。住手！放下！放下二哥，这事儿单聊，等把钱要过来，咱对半分，没毛病。给钱！别想转移话题！你别转移话题！哎呀哎呀，你们这些臭，臭男人，真是心黑，老子早就看不惯你了。我还看你不顺眼呢，说什么出去！你扔我！死人吧！有事儿！你臭不要脸的，走！三狗，快点！看你看这个脸！快点！哎，走！你给我站住！揍他！你说谁臭脸？你是不是我臭脸？揍他！大哥，你看，过来了！你给我闭嘴！没有谁破坏了规矩。嗯，收货。啊，大哥！大哥！大哥！哎呀，流血了，流血了，快来止血！哎呦喂，这臭娘们儿！怕事情暴露被活捉，哎，你们干嘛？你们谁打的？就是他，是杀人了，谁？谁杀人了？谁杀人了？哎哎，说谁呢？二哥，你真想弄死我呀？酒有毒，酒有毒！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死娘炮！这不关我的事啊！哎呀啊！走了走了走了，走走走走走走走。已经提前停在港口了，船员呢？后面就得靠我们自己了。啊！
下一站，新大陆。可惜我们的海图落在了森罗海市了。哎，没关系。我研究了半辈子，海图啊，已经印在脑子里了。真是老马识途啊！这个酒啊，是我以前在加勒比海混的时候，一位船长送给我的。现在就剩这么点了。今天这么高兴，我给大伙来一点。哎呀，我这个眼妆啊，就是跟他学的。哎呀，你这个老登啊，这次表现不错啊，有点那个对得起你这个海警署长的名称了啊。哎呀，我要不是我家里那两个催命鬼，我能这么做人做事吗？无奸不商是不是？不过我这次可是真心的把你们当做兄弟。哎，我能叫你们兄弟吗？有意思啊！现在海警和海盗都能当兄弟了，真是够魔幻的。这都过命的交情了，当然是兄弟了。哎，要不这样，咱仨拜把子吧？可以。哎，怎么样？好。哎，那听我口令啊！好，咱们是什么？兄弟。这酒怎么喝？干了！嘿嘿。那好酒，我来，差不多就行了。哎，这劲儿，我来吧。别喝多了，就这么一口喝吧。还有啊，没有呢。我现在这给我吧，给我满上，满上，满上。就这么点儿了，你别老撒了。没事，撒不了。我也是兄弟。嗯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好看啊！好看，看看得了，没完没了，一天天的。告诉你，这未来可是你嫂子了。你追她，可能会很辛苦啊。是，没什么。人老了，就总爱回忆往事。曾经，我和罗大勇，也跟他们一样，都是好兄弟。曾经，我也有一个女儿，或许会像你一样，是个漂亮善良的小女孩。要是他还在，我也不会疯这么多年。爱有时候是会让人变得疯狂。杜先生，我相信无论您的女儿在哪里，她一定都会感受到您的爱女之心的。也许她很快就会感受到。Thank you.
新大陆。这是新大陆。就这儿不就是一荒岛吗？不可能，我研究的不会错，根据海图的指引就是这儿。我们先行登岛探探情况，然后再从长计议。嗯，走。你们看，黑金棺材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故事吧？其实主角不是罗大宇，而是我。当年我女儿命不久矣，下在他身上做了实验，夏夏，但却产生了异变，他变成了怪物。我只能秘密地把他封存在培养皿里。后来，我偷偷拿你做了实验，没想到你居然可以与世纪完美融合，自产抗体。你就是我治好女儿的全部希望。可是罗大勇发现后却毁了这一切，所以你才是黑棺案的真凶，也根本不存在什么新大陆。对，这一切就是为了把你引来。至于他们几个，那是我安排的配角，就是为了要让寻找新大陆演得更逼真而已。现在是时候落幕了。老东西，你要敢乱来，我不弄死你，我就不是海瓶子。老祖，你冷静，我可以把我的钱全都给你，让你的女儿得到最好的治疗。啊！如果你女儿知道你的这份爱是这样的丧心病狂，她恐怕宁肯不要醒来。完全不理解一个父亲失去女儿的痛苦，为了她，我可以背负所有的罪孽。我愿意用我的血去救你女儿，只要你放了他们。洛丽，洛丽，啊！
我们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，只有当这些泥土连接在一起，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心大陆。真的，真的。好，我赏识你。你知道吗？我很感激你告诉我这些。原来我的父亲是一个好人，我能从你的只言片语里感受到他的存在，他的为人，他对我那份爱，所以我知道这些就已经足够了。我相信他对我的爱就像你对你女儿一样，所以我愿用我的血去救你的女儿。不行，罗莉，只要你放过他们，这样你可能会死的。对不起，或许，我是说或许，你血液里的抗体足够强大的话，或许你们俩都能活下来。罗莉，怎么样？见面了，你们让我找的好苦啊！说，新大陆到底在哪儿？你这不找着了吗？这儿就是新大陆。阎罗叫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你到五更。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是时候展示我真正的实力了，我不会给你们丢人的。啊，大人！蠢货，除了那个老头，其余全部杀掉。是。
老李，没事吧？啊？哎，你看，谢谢，都是我害了你们，可你们还这样以德报怨。老李，谢谢你做的一切。都过去了，还好大家都没事。我用余生，瓶子，瓶子，来忏悔赎罪，瓶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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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老李啊，我们下个目的地在哪儿？